要去看医生干什么？我可能是去开杠。开杠。无，你问伊啦。梦想啊！你也听得到啦，你也听得到。啊，拄好哦，我明仔载要去找医生开讲啦，哦，啊，你要去无？当然，我嘛要去啊。卢学生，卢学生也要找医生开讲。好、哦，赶紧决定哦。梅娜啊，你拄下鞋盘倒是出来啊？哎呦，我是雄雄想到哦，秀燕师姐有讲过啊，参照这款的精神病患，常常会有幻视，还是幻听。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方法。上无，咱嘛可以答应要去看医生啊，这是一大进步呢。吴先生，先生，你的精神有问题啊！哎，卢先生，你要看病，你哪个住院？医生，拍死拍死哦！哎，卢先生，哎呦，医生，拍死了，拍死拍死！卢先生，大话去，卢先生啊，卢先生啊，卢先生，笨蛋，这个是狗，卢先生啊，笨蛋，你这笨蛋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没笨蛋，我你快快，人走也唔晚啦，走出去，哎，赶紧，紧张，紧张。派姐呀。吃袂落，你已经几啊天无食饭安尼，无食要哪会用的啦？哈、啊！要时阵拄好啦。无得听你，不是你这嘛是伫咧讲什么话啦？刘德山，我咧我甲你讲吼，我是专工去甲你买哦。你这嘛唔食，等下你要叫我买，我是袂去甲你买啦，啊？是安怎想啊？哎，你看那刘菜，较早我哪里敢细细念哦，一早就教我弯起来了。看起来，阿去件代志哦，对伊的打击真大。过安尼落去危险呢。伊都还袂好完呢，搁安尼失志，对身体无好啦。咱也是找一个时间，甲伊鼓励一下啦。开门啦！敢知影厝这为着你的代志在烦恼？歹势，啊，都叫较侪人去嘛。无啦，我先嘛意思讲，会上加叫一挂人，啊，你就加叫一挂人，安尼过就好啊。
我拢食饱，啊，你还唔食？我这名单打好，我都会来吃啦。哇，都来啊！我要黄秀燕。嘿，对对对对。逐工电话量袂停啦，啊，每一件啊，拢是要处理的要紧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每一件代志又搁拢唔是你的代志，拢是别人的代志。搁是倒一个无饭通食，搁是倒一个无所在通住。欸，我会用替别人做遐尼济代志，嘛是你的功劳呢。哈哈，莫来这套，莫来这套哈，无功不受禄。真正的呢，那无你的大度大量的成全吼，我哪有可能替别人做遐尼济代志，对不？哦，啊，今仔日你讲这句话哦，上水啊！我要黄秀燕。喂，不是啦，老沈，老沈，你听我讲吼，不是安尼讲啦，老沈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喂，挂你电话哦。打电话来抗议，火气较大啦。抗议啥？啊，今仔生理有免想好了吧？我要黄秀燕。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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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随来。好好好。紧急的代志啊！王耀宇啊，去予人拍受伤啊！这拢爱怪我啦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喂，臭仔！看我安怎甲你修理，死去啦，快走！你安怎？哎呦，老魏啊！你还要白蛋啊？干啥的呗？啊！歹势嘞，可能过会害你予人投啊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吕文山，其实啊，你也唔免为着我的代志甲人生气啊。啊，较早啊，我伫个街仔路流浪的时阵啊，啊不是嘛去予人弹石头，早就惯死啊。伊是保护弱者的怒目金刚啦。听到无？听到无？啊对吼，透早吼，我伫菜市啊，去拄到你迄卖猪排的朋友呢。小姐，哎，顶届甲梁山大吼拍着，上去几个唔正囡仔，互另外角头兄弟吼拍甲迷迷毛毛，即马乖乖离开家人啊。有这款代志？我嘛感觉真意外。是有人替陆龙山出气呀？看啊，看下先。啊，你家己是安怎想的？会滴的，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。这个人是不是无路用？要看事件，还佮有你所在。你是不是有路用？都看你伫这个公务内底安怎发挥啊！都参像你常常讲的啊，你的烦恼王耀宇因为目睭看无来受人欺负，你都不如把担心化为行动啊！哎，王耀宇，你要出去啊？今仔日袂紧，哦，等我等我。只要你若愿意，恰恰帮忙的，手一伸就能到位。